叫馮卷雪 Michelle。我之前是在加拿大工作了很多年，在去年的时候就搬回来香港工作的。这个系列游戏《人间》是我2008年12月开始，你会看到最左面的一张是叫做《游戏人间》亚当与夏娃。其实树在画面的中间，这种是绝对的权力和理想的象征啦。所以在这个故事亞當與夏娃裏面是很突然，去年2011年的11月啦，我就在個 studio 那裡就搞了一個小小的開幕派對。因為那一次的酒會，很多朋友呢就覺得我們那些 staff T-shirt 很漂亮啦，於是我回去呢就自己做了一系列的 T-shirt， 大家都很喜歡。在聖誕的時候，大家都很受歡迎。